跟我结婚啊，真的没什么坏处。那些个女人全都是冲着我外表来的。长得帅是我的错吗？保证能让你得到姐妹般的照顾。对不起啊，太恶心了，受不了了。哦。哎，别闹了，替我去看。俗，现在的女孩太世俗，长得跟一匹马似的，还想做宝马。 他怎么不说？他长得像头驴似的。别这么说人家。跟他比起来，我也算的是男人中的上品了，是吧，狒狒？其实，你的条件真的挺好的。不过，我有个情况必须要告诉你。不好意思啊，我去趟洗手间。 对不起。要不算了吧。初夏，你一定是害羞了，对不对？你就算是害羞，也会继续坚持下去的，对吧？你看丁飞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张罗的这个约会，你，孟初夏同学，如果你下一次再敢一上来就扔上那句话，把大家都吓跑的话，你小心我辣手摧花。可是，哎，有还有一个。 你是孟初夏小姐吗？啊，对。你是不是为了配合我报大了自己的年龄，完全不像28岁的？啊，哪有？也被我爸妈看见，说不清了。我这叫有智商。其实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一个女孩不需要赚太多钱，工作方面也不需要太出色，像这方面的事情交给我们男人就行了。 不过，我父母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没关系啊，我们的小家庭会带动大家庭，都会好起来的。你说呢？就了，绝对靠谱。就这样，千万别说那句话，先把他稳住。稳住以后啊，再跟他坦白。我还有一个情况，必须要告诉你。快去拦住他！ 不会说什么呀！哎呀，大善你也会呀！去，我让我送你回去又怎么了？别让我爸。你看，初恋多美好啊！说实话，有的时候还真挺怀念学生时代的日子。梦想。 你干嘛呢你？这点你不应该在上课吗？妈，我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叫梦想。怕谁啊？哎，梦想，梦想，孩子，哎，哦，初夏，初夏。 骑士们，你们骑我起来，借我一下啊！哎，来人吧，那是我的车 ！My God， 大劫了，站住！以后啊，别跟电视上学，要学就学点好人好事儿。您放心，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保证以后不再随便跟人借东西。是抢不是借，好不好？要不是我们走运的话，刚好碰上公安先生的巡逻车，我们那辆脚踏车现在在哪儿还不一定呢。你呀、根本就是早有预谋，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好了，我们老板要去那儿骑车锻炼，事先埋伏好了，对不对？没有，真没有。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不再追究责任了，就不要再打嘴仗了。逞口舌之快也没什么意思。时间也不早了，都早点回家吧。那谢谢公安先生啊，您慢走啊。要不是我们老板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的话，你呀、不一定能出来。可是你有完没完啊？不就是辆脚踏车吗？你还真以为是金子做的呀？真是，那辆车还真是24K 包金的，法国牌子，20多万。总算是还有一个见过世面的。不过詹先生，就算是我朋友把这辆车弄没了，我也替他赔得起。就是，你们现在说什么当然都可以了。现在是在派出所，当初做抢劫犯的时候，怎么没人跟我提赔偿的问题啊？我警告你们，当然了，你们也没必要记住。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们，我叫詹姆斯，不姓詹 ，OK？ 说话注意点，你这叫诽谤。起了个英文名，还真以为自个儿是海外华侨啊？我家楼下卖烧饼的起那英文名可真比您洋气。你们大白天的从别人手里抢东西，难道不是抢劫犯是什么呀？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不想跟你们废话了。哎，你怎么说话呢？我的意思是，以后要好好做人。别！你干什么？本来也是我的责任，算了。哎呦，我的算了吧，小姐，你自个儿不还嘴，还不带让我帮你理论的呀？把人都气疯了。我知道最近新开的餐厅，我请你们吃饭去吧。哎，打住！去我烧烤店吃，我请客今天。走，走吧，第二不见。生气去吧他。走。3号 pass， 7号你可以 pass。狒狒，你干什么呢？我在把你的相亲资料库重新更新一下呀，凑齐了5个，我再给你安排一下。哎呦，哎，我说这事儿你能不能不操心了呀？若男，他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在装矜持。哎，我真不是若男。孟初夏，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装矜持？是，要说咱们这个时代，这座城市，28岁的白领剩女算不上什么太困难，但是你带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可就一下子变成寸草不生的重灾区了。拜托你有点紧迫感好不好？我就是因为知道我自己这种情况，所以才不想让你们为这种根本就没什么希望的事儿费神了。行，你可以自暴自弃，但是我们愿意为重灾区捐献自己的爱心，你管得着吗？哎，若男，你就在前面把我们放下就行了。没事儿，我时间够，我送你们回去吧。不用了，这个点肯定堵车，你听话。是啊，若男，你不是还要参加什么宴会呢吗？迟到了不好。好吧。宴会，要不是若男的话，这种话估计这辈子都不可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谁说的？咱们公司的年会不也一样是宴会吗？你是说我们总经理脱光了上衣，满场子跳钢管舞那次？那也太艳了吧！哎呦，别说了，看一会儿没车了。你干嘛去啊？坐公交车呀。坐公交车回你家多绕啊！打车我送你。哎，对了，干嘛你今天非追着梦想不放啊？人家一初3的孩子能跑到哪儿去啊？有什么话你就回家说呗。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吗？没事的话，跟我回家见识见识。啊？什么女生？什么逃跑？我今天放学没有看见你们两个，认错人了吧？没事，我回屋了啊。看到了吧？这你们家梦想，这哪像15岁啊？我觉得我到35岁都达不到他这种心理素质。这孩子啊，平时就少言寡语的，从来不跟我聊天。最近更是不知道从哪儿学这么一门邪招，打死不认，一句话解决所有战斗。这就你呀、啊？哎，你平时跟人吵架不行，这做家长的总该拿出点这做家长的威严出来吧？ 看我的，走。梦想，今天可不光你妈看见你了，我们可都看见你了。看来那个人长得跟我真像。嘿，你这孩子，你嘴还挺硬的哈。梦想，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了。作为一个男人，做事就要敢做敢当，你知道吗？ 这个家没有人教我该怎么做男人，更何况因为我的存在，这个家也很难再有男人了，不是吗？哎，他是镶钻小手枪，你是成年擀面杖，哎，你跟他这么一比，简直战斗力为负数。哎呦，这孩子。 这是让我想到我10几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宝剑出鞘厉得很呢。我跟你说，这孩子青春期叛逆，我有心理准备，我也能接受。我就是担心他越来越像那个人了。哎，不好意思，接过。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哎，小王，哎，这是2等奖新增加的奖品。哦哦，百岁灵水嫩精华保湿系列。对对对。主持人，这是下个环节的产品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下好吗？百岁灵水嫩精华保湿水凝露。啊，放心吧。小刘呢？小刘，赵总那边我已经安装好了，再拖15分钟没问题。好的，好的。 没胸贴，没棉带，这个让我怎么穿上台？可是比基尼不都是这个款式的吗？这个穿到身上会散开，散开你懂吗？我想跟别人换一下。孟书记，哎，你干嘛呢？你不是该上台了吗？总监，他想换一下服装的款式。他想换就换。请问你有没有看合同？合同里没有这个条款的话，要么现在马上上台，要么不用领酬劳，可以走人了。哼。 跟你说过多少次，干活的时候不用客气。他也是希望上台的时候能够好看一点。我管他想什么。哦，对了，齐总的那个案子预算你有没有送过去？总监，现在那个项目是小王他们在负责，您调我到这儿。你也好，小王也好，今天之内把他搞定 ，OK？OK。OK？ 菲菲啊，先忙，先忙。什么？ 李总监也留校查看了，拜托，你难道不觉得是他人有问题吗？除了厉害点儿，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吧？我说菲菲，如果没什么大毛病的话，你就忍忍吧。好啦，我可不像你老人家，什么事儿都能算了。哎，我客户给我来电话了，不跟你说了，拜拜。哎，菲。 我知道您跟基地公司的合同已经谈完了，但是，要不这样吧，我知道您今天下午2点还有点空，要不我先请您喝杯咖。喂，喂，脚给崴了，还能走吗？要不要去医院？今天真的是太倒霉了，约客户被客户给拒了，结果现在又把脚给崴了，怎么能那么倒霉啊？你的声音很熟悉，你要找的客户叫什么名字？是8楼的 Steven 总监。你。哦。你是？那节车是你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接近你的。对不起。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那我们不谈工作啊？沈公子啊，沈公子不就是那个特别帅、特别帅哪个沈公子呀？沈公子，沈氏啊，还没听过。有他诺咖啡喝过吗？ 他呀是华裔商人开创的品牌，今年刚30出头，但是经历超级丰富。上周聚会上认识的那位娜娜小姐，正在外面等着呢。那个名模？是啊，社区的门口突然还来了记者，估计您出门之后肯定会被他拦住。然后明天的头版就会是我们两个一起从我家出门的照片。那位名模也算是朋友的朋友，如果您出门之后强行离开，装不认识的话，恐怕也不太好。联系他的粉丝团。啊？ 偶像难得有空，当然要跟粉丝近距离接触一下，啊，跟社区的门口保安打声招呼，只要是名模小姐的粉丝，一律放下。贾斯汀偷拍就是在那。罗塔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远方，真美。这事真够远，快发吧！不远啊，他最近刚刚回国，准备在世界广场开一家国内旗舰店呢。哎，你说咱们去那逛逛，是不是能偶遇一下？可以呀。那我这听来听去没什么特别，怎么把你俩迷成这样啊？看男人要看平均分，对，只靠我们说是体会不到他最加分的项目。长得帅是吧？对啊，特别帅。 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我儿子帅。你说的是现实世界，我们可说的是幻想世界。对，女人这辈子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男人想得到吧？你难道没有吗？我只有抢不到的打折菜，订不到的辅导班。哎，别聊了，后面还有几百张呢，赶紧的。后台好像有人叫我。哦，对了，我也有一些事情，初夏，加油啊！谢谢。我就知道最后还得都给我。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你不是还要赶飞机吗？实在不好意思啊，说好不谈工作的。我主动要听的，而且你们公司很符合我的要求。我陪你看完医生再走吧。啊，不用了，你看不出来吗？我是装的。你要真陪我进去啊，我就真穿帮了。丁小姐，咱们真的可不可以不谈工作，喝一次咖啡？ 虽然我的男朋友现在正在观察期，但是只要我还不是单身，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别的男人的约会。谢谢你的坦率。那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到你们公司谈合同。好，拜拜。拜拜。Yes! 昨天看中的那套房子，我决定租了。我回去想了想看，贵点也没关系，单单的就下来了。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去交定金，拜拜。 我这种弄头发的优惠券去不去？有多少？烫染加起来才500。小王，你这句话里面有“财”这个字，真不合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啊。可是我今天要是不去的话，就过期了。但这个李总监非让交给齐总，我得回家给梦想做饭，我先走了啊。我求你了，好不好嘛？哎呦，我求你了。 去！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么多人在干嘛呢？今天是农泰餐厅开业啊，你这几天没上网吗？这都不知道？我听我同事说过，看来他没夸张，还真挺火的。喂，齐总，哦，我到了，我现在就在这个餐厅门口排队呢。哎，好，您放心，我尽快，一定尽快，您放心。哎，好。 哎，再见，一会儿见。哎，哎，至于吗？这么多人。这个脏杯子撤掉。总裁，我没感冒，今天稍微有点过敏。您放心，我一定不会在客人面前打喷嚏。 你回去休息2天，等完全康复了再回来。总裁，大家为了今天的开业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培训，真的是满怀热情和期待。您现在让他回去，是不是？不论是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我不允许客人在这个餐厅有任何不舒适的感受。你回来时提供一份医生的诊断书。如果这种过敏不是偶发性的，我希望你能主动递交辞呈。当然，沈氏会给你不错的经济补偿。 欢迎各位贵宾莅临Lontano餐厅，下面有请我们沈氏集团的总裁沈岸先生为各位致辞。一直以来，我做创意餐厅料理都秉承着一个理念。喂，梦想，你已经到家了是吧？哦，我有点事儿，得晚点回去。那就是让客人品尝到不一样的、顶级的味道。 进而可以享受到生活。你要是饿了的话，冰箱里前2天的炒饭你先吃了。哎，吃之前你先闻闻，坏了的话可别吃。我们的许多食材都是由空运而送来的，纵然是一颗香草，也有可能来自当天早上的墨西哥。 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去了啊！好，好，我知道了。莫子阳，自行车修好了？修好了。我这大书包啊，在公交车里简直就是一凶器，一转身唰，加晕一大片。瑶瑶，刘冰他爸给他请了家教，我去他家蹭课，你来吗？哎，梦想，不好意思啊，车上就剩一个座位了。瑶瑶，来吧，你不是说最头疼英语听力吗？ 告诉了，刘冰，我跟孟霞也约了家教，就不去你那儿了。你们也约了家教？不去什么呀？数学。来，3块5，4块7，1块4，算9块吧。哎呦，你哪有你这么抹的呀？哎，行，算你9块5吧。 你看吧，这菠菜一掐根就知道，洒了好几次水吧。新鲜不新鲜先不说，这水呢是会压分量的。还有这个白菜，这个里面的呢都不是特别好。要不我给你撕开重新选？哎，别撕！哎呦，哎，好了，算了，给你吧。每次见你们这小子啊，哎呦，我头都大了。 欢迎光临。哎喂，局长，我进来了，您在哪呢？哎，好嘞，欢迎光临。哇！快来！总裁，一会儿将由您切下第1刀。 将这棵特制的水果树，请首日莅临我们隆塔诺的客人们共享。我跟你说，着急堵车就堵车吧。徐总，啊，没事，您进。啊？是吗？你让司机不着急，别开晕了我的小宝贝。没事，我等着你啊。嗯，放心吧。 对了，那天回家之后，你没跟你妈吵架吧？没事，我妈呀，就是一个老好人，一紧张就词穷，绝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妈还挺可爱的。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家以后，还不是得靠我。她在外面太不让人放心了。 挂了啊，先挂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为了款待首日莅临我们餐厅享用美食的客人们，沈氏集团新任总裁沈岸先生特意为大家奉上这棵代表着幸福欢乐的水果树。这上面的几十种水果来自于世界各地，可以说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品种。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路见证我们隆塔诺的成长。 不要脸的小三儿，狐狸精！今儿我可逮着你了！别胡说，我们齐总，怎么回事啊？你认错人了吧？认错人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工作关系。这好像是上次在大街上追小男生、抢我们山地车的女人吗？她怎么还成了别人的情妇了呢？人家给我们送资料。你跟我什么工作关系啊？你提前多少天就在这家餐厅预约呀？哎呦，还双人情侣套餐。 你半夜3更的打电话，说什么宝贝儿不见不散，是你不？啊，我不是，你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就是你是不是？不是我。哎，总裁，真泼呀！张先生，太好了，您帮我说说话吧，行吗？ 不好意思，几位的争执影响了其他客人用餐，请你们控制一下音量，或者到外面去解决。对不起啊！哟，这小姑娘清汤寡水的，走到哪都有男人护着她，是不是啊？我今儿我还不信你邪了我一点，是不是？别再闹，别闹了！哎呦，真不能再闹了！我没动的，哎呦，我没动的，我真，哎，我没动的，哎呦！ 要不是为了躲那只羊腿，谁会撞上水果树啊？而且那是精心设计好的酬宾礼物，哪个商家希望开业当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真的很抱歉。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扔腿那个是不是也应该有责任呢？那没办法，他们夫妻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责任只能由你来承担。再说了，要怪的话只能怪你自己，不会选男人。我跟那齐总真没什么关系。 算了，你们那树多少钱？我赔。餐厅菜单上，一份小型水果打的价钱是350块，那这个大的，从做工到用料到耗时，至少也是小型的10倍以上。你说多少钱？这么贵？扔东西那人不是我，撞倒东西的也不是我，不能让我一个人赔吧？你可以不来我做挡箭牌，接住那只羊腿，一切都不会发生。谁能接住那么大一腿啊？只能被砸中。我就是这个意思。 归根结底，你如果不去破坏那位先生的家庭的话，怎么可能会发生今天这出闹剧呢？我们不在乎这点钱，可大好的开业时机就这么被你给毁了，换谁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可是我可以给你打折。啊！总裁，哎，你别跑！总裁。 这个女人太坏了，要不要叫门卫拦住她呀？这道甜点没在菜单上，而且我从来没见过。咱回家吧，在这儿等。 这事儿都没个结果，我告诉你啊，你想糊弄过去没那么容易。我真不是要糊弄，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哎，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你要如果愿意在这儿等，那我就先走了，我先回家，好吧？你回吧，你赶紧回家准备离婚协议书去。我告诉你啊，财产可分我一半。什么分你一半？财产啊。 哟，咱的事儿可都还没完呢啊！齐总，这还没解释清楚呢。这解释不清楚了。大姐，我跟齐总真没什么关系，你别误会。你叫谁大姐呢？那叫我大姐。你是不是骂我老啊？啊不，你年轻，你真年轻哎，年纪轻轻的就给人当小三儿啊！大伙儿快来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大姐啊，我不是齐夫人。 要不我们找一地儿心平气和聊一聊，把事情解释清楚，行吗？解释什么呀？事实就摆在眼前，解释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今儿必须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联系，你单位地址、领导电话，你统统都给我留下。我写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干。我，齐总，您倒是劝一下呀！我真是劝不了他。你要不然今天就先认了吧。我，齐总。 您不能拉我当垫背的吧？没事儿，初夏，陆南，你来了真好。哟，又来一帮忙的呀！来多少人我都不怕。这位太太，我是来帮您的。我的前男友就劈腿找小三儿，所以我特别痛恨挖墙脚的女人。大伙儿看见了吧？啊，干这种龌龊事儿的人，连他的朋友都鄙视他。 陆南，这误会，这真是误会。初夏，你怎么能不认呢？不能。这位太太，刚才您抓了个正着是吧？可不是嘛，还情侣套餐，还卿卿我我，真没有那么。我看这样吧，要是不拿出点实际证据来，他们俩是不会松口的。没有证据。 您就让您的先生把手机拿出来，刚才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和短信肯定还没删呢，我们就拿手机看看。如果在此期间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女人和您先生联系过，那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说对吧，太太？拿出来。没电了，关机了。你是不是想护着他呀？不是。没电也给我拿出来。等一下，是哪位主厨私自决定做这道甜点的？是那位大师做的。I'm going to explain to you how all of these dishes are created, but firs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dish. Okay? 怎么会是皮埃尔大师？皮埃尔，就是您亲自飞到法国请都没请来的那位甜点大师吗？沈哥哥。 喜欢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吗？小影子，太精彩了！我怎么不早点到呢？你以前每次吵架的时候啊，那个说不上来的话的样子啊，真是让人着急。这次好不容易爆发了，我竟然没赶上。我现在这心都还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呢，我。 若楠，你说他应该不会报警吧？明明是他自己撞翻的水果树啊，难不成就为了被扣一个蛋糕找警察？这可不好说。那个叫詹什么的那个，一看就是一个眼睛里绝对不容杀死的人。话又说回来了，你说那个詹姆斯对那个人恭恭敬敬的，他会不会就是？ 我抢那自行车的主人！啊，天哪！初夏，我现在太高兴了，这世界上啊，终于有一个被你欺负的人了。继续努力。哎，那个男的是什么样的？就有一种人，就属于那种长得还不错。 但脸上就成天写着“我帅不帅，我酷不酷”，就这种人，那还不错呀，这还不错呢。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第二面。对了，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家餐厅开业，我爸呢收到邀请函，他懒得动，所以就我来吃这免费餐喽。人家都是顶着大太阳排着长队。 你们家是 VIP 留位，到底是名校校长家千金啊，就是不一样。你又来是吧？那要不要我们一起再绕回去？哎，别，这家餐厅我以后绝对是得绕着走。我得赶快回家给梦想做饭呢。你差不多也赶紧回去享受你的大餐吧。其实所有的高级餐厅都是一个味儿的。现在我倒是很想去吃梦初夏的特色菜了。 同不同意我去蹭饭呢？嗯，您也是我们家的 VIP。刚才皮埃尔大师说，你居然在他家守了3天。对呀，那个老头脾气还蛮臭的，不过最后还是败给我啦。乔小姐对我们总裁真是太有心了，谢谢。 只是，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从小到大做的事情，你没有一件是我不傻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怎么突然回国了？该不会是离家出走了？沈哥哥，我有这么大胆吗？我这一次是正式回国，调到爸爸国内的公司上班的。